娱乐转圈圈，明星快报报。大家好，我是祥子。受青你三道奶打头事件影响，一大批官媒纷纷发文点名批评，直到有关部门部署开展2021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提到将规范粉丝群体网络行为，引导青少年理性追星。圈内一大批明星的粉丝后援会纷纷发文相应，此事才算是告一段落。在这些超过200家的明星粉丝后援会的发文中，基本上都是表示一个核心宗旨，那就是呼吁理智追星，拒绝非理性应援行为，共同营造良好健康的网络生态。作为一个吃瓜群众，现如今的饭圈文化有多畸形，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不说为了追星搞得家破人亡，最起码有些饭圈粉丝为了追星把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拿去应援打榜的消息应该是看了不少的。而这也只不过是畸形饭圈文化的冰山一角，此次有关部门的介入，粉丝后援会的发文无疑会遏制一下这样的文化传播。不过也有网友持悲观态度，毕竟现如今的娱乐圈明星，尤其是流量明星的粉丝，要想做到理智追星实在是太难了。当看到别家如火如荼的应援打榜，自己又怎么安心看到喜欢的爱豆就此沉寂呢？所以一旦有人开了一个头，那这种追星文化必然会接着传播。所以大多数网友也都觉得这些明星的粉丝后援会也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迫于舆论的压力才不得不发文响应，等风波过去一切还是照旧。不过当看到圈内顶流蔡徐坤的工作室再次发文倡导理智追星后，这种说法也就渐渐平息了。13日下午，蔡徐坤工作室发文倡导，除了和后援会一样的理智追星，拒绝私生，尊重他人，反对集资的内容，还增加了努力上进，提升自我，传递正能量的新内容。而该倡导书之所以会在网络上引起吃瓜群众的热议，自然是因为以往发文倡导的都是明星的后援会，算不上官方的机构，而工作室在发，其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基本上就可以代表以后蔡徐坤的粉丝只能这样做了，一旦出现与发文内容不一致的东西，那外界就可以以此做文章来攻击蔡徐坤。所以今后蔡徐坤的粉丝基本上也就不可能出现集资应援与别的流量粉丝在网络上 battle 的情况了。而这对于一个流量明星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要知道流量明星之所以被称之为流量明星，就是因为他们的粉丝数量比较大，追星的方式要比普通明星更疯狂。如今工作室发文倡导理智追星就算了，还不让集资应援了，那蔡徐坤参加线下活动或者是线上的一些打榜的情况必然会一落千丈，久而久之就会给外界一种蔡徐坤凉了的感觉。作为一个圈内顶流，工作室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对其发展造成影响。当然这种做法对于整个饭圈来说肯定是好的，如果别的明星也能像蔡徐坤工作室这样，那改变追星文化也是迟早的事了。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谢谢。